冬天就要吃这锅独家食材，见怪不怪。还有一种重油麻辣锅，它会有很多很道地的吃法，它叫成都空运来台的，有没有？它也太特别了，受不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在高雄的，哎呦，它是一个，那超级好吃，每次下去高雄必找他们。我有吃过它的那个猪的法令纹。法令纹？猪的法令纹？不是吧？这个东西吗？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